断你会接住我的。你会接住我的。你为什么不接住我？我知道翻墙是你的看家本领，只是没想到会翻车。这位医生，你肯定认错人了。秦哥，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老同学，你还记得我呢。你生了什么病？住什么科室？为什么逃院？有没有人性啊！上来就死亡三连问。我没病，我就是，你懂的。十人九痔，不要讳疾忌医，更没有必要逃院。嗯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医生，你说的都对，都对，都对啊。回来。你到底干什么去？谁让你停的？你倒是走啊！白喜家，今天真的有一场决定我职业存亡的签约出了问题，都等着我去救场，我求你放我一马吧。